身状态大不同，南京儿子谢霆锋情绪低落，不庆生。与快乐诞生汉吴奇隆比起来，谢霆锋虽然事业红火，但最近因为备受与周迅绯闻的困扰，再加上前妻儿子远走加拿大，这小日子过得实在是不荣耀了，生活上一团乱麻，谢霆锋只好寄情于工作，忙着拍摄贺岁片《赌神风云》，就连29号自己的33岁生日都只能在工作中度过。前妻儿子都不在身边，谢霆锋显得情绪低落，中午休息时穿着便装拖鞋，一脸倦容的他似乎毫无庆祝生日的心情。你们今天庆祝吧，有没有啊？抛镜头啊，仔仔会不会同你庆祝啊？还是。为了安慰谢霆锋失落的内心，谢霆锋经纪人霍汶希及老妈迪波拉就亲临片场，精心打扮的迪波拉大好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苏有远和花香的影响，不仅全程笑容不断，更透露自己亲手包制了爱心汤为谢霆锋庆祝生日。大哥送咩俾啊霆锋啊？等埋你，生日礼物晒啦。乜嘢嚟噶？用心放咗啲嘢。靓汤啊！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呀。不过霆锋你放心，即使相隔千里，离婚又再爱，亲生的儿子也不会不认爹地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